呦，难得的稀客，这是多久没来我家了？而且还这么晚。季老师，你不也没睡吗？拜托，你就不能多穿点吗？哎呀，怕什么？又没有外人，快进来吧。哎，还是老样子。这家里还真够乱的，这是有多久没有打扫房间了呀？哎，搞什么呀？生活这么不检点，怪不得这么大年龄了还嫁不出去。冰箱里什么都没有，果然你还是老样子，家里的老鼠都要被你饿死了。江大才子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呀？该不会又是为了你那个病娇小女友雪梨？她不是什么女友了，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而已。为什么你总是比我强？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就是考不过你？好了，雪梨，不要哭了，下一次你一定比我强的，相信我。江浩一，你给我站住！雪梨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直追着我打呀？江浩一，雪梨，江浩一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过这次我会超过你的，既然你骗了我，那就赶紧把你的卷子撕了，我们重新再比。你神经病，赶紧跑啊！江浩一，你这个坏蛋！什么？都中学了，怎么还是？江浩一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不可原谅！别走啊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故意气我！哼！自从那以后，我每次都故意败给雪梨，她也很享受这样的胜利。就这样，我们相安无事地度过了我们的中学时光，直到那个夏天。同学们，你们要记住，这个公式一定会考到的，考的变化很多。大家一定要灵活应用。江浩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虽然你的成绩不如我，但是我不会介意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美国，别担心，所有费用都由我出。喂，欧阳雪梨，你给我适可而止，我不去。哇，这高雅了。那咱们来打个赌，这次模考要是我分数比你高，你就得听我的，跟我一起去美国留学。什么？行，老天，你救救我吧！你听说了吗？这次模拟考江浩一考第一名啊！他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？江浩一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，不想和我去美国吗？你别误会，我觉得你还是跟他一起更合适。你会后悔的，江浩一。雪梨，做人真的好累啊。哟，做屌丝做腻了吗，江大才子？老师，这次细科考试我会认真一点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还要麻烦你帮帮我。哦，是吗？还真稀奇呢，已经很久没见你认真起来了。这次又是为了谁呢？不好不好，哎呀，到底该写些什么呢？真伤脑筋。浩一真贴心，虽然能帮到唐轩也很开心，但还是好想单独和浩一在一起。
季老师，你别瞎猜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真的只是为了帮一个朋友而已了。嗯，朋友？那又是谁嘛？你难道要别人了？你别说，咱们浩一真是一表人才，加上这浩浩先生的性格，多点女朋友也不奇怪。老师，你别胡说，我一个单身狗，哪来的什么女朋友啊？浩一，女朋友，这就醉过去了呀。Darling，加油啊！现在的年轻人真开放，台湾姐弟恋。老师，你怎么总是这样啊？我又被误会了。喂，跑起来！是。对，就这样。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社长有点不太一样啊？是啊，以往的周一那都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看来大家精神都很好啊！来来来，你们几个，我给你们一起加个餐。大家加油！大家加油！喂，你们打起精神来呀！既然和我们女生组一起训练，就应该做出榜样来哦。你其实还是想折磨我们吧？嗯，你们在戏里议论我，都被我听见了。好吧，我们两组握手言和吧。喂，唐轩在吗？哦，张浩一。喂，你拉我做什么呀？我们分手了，被别人看得不好，一会儿跟我去外面说。不行，这事儿必须当着你们女生组的人说清楚。赌注？没错，我一个人向你们全体女生部发出挑战，赌输的人必须无条件接受胜者提出的要求。规则也很简单，规则一，这次的期中考试，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成绩超过我，就算你们赢。你竟然小看我们，该死！规则二，这次的考试，我要做不到全系第一，也算你们赢。条件对你们很有利吧？江浩一他是疯了吧？这已经跟自杀没什么两样了。林月可一直是学年第一啊。怎么样，你们的社长由谁来保护呢？江浩一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么苛刻的条件你基本输定了。我们组的小雪可是系里的前十啊。社长，我们要接受挑战吧。我们保护你。对呀。哟，斗志高昂嘛，这就对了。好，江浩一，我们社团接受你的挑战。呵呵，这样最好。一周后我会再来的。哦，哎，你看，那不是秦胜吗？他呀，跟体育社的唐轩打赌，考不了系里第一就完蛋了，是吗？所以才临时抱佛脚。对呀、啊。浩一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天气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啊？明天就考试了，今天还是早点睡吧。嗯，那不是雪梨？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雪梨，浩一，他回来了，他又来骂我了。什么？浩一，我很差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有在改啊。我知道，你一点都不差劲。所以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